面对美元强势升值，人民币终于重回六时代，这一次我们的汇率能稳下来吗？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儿。不知道您平时关不关注汇率啊？说实话，疫情之下很多人都没有出国的机会，因此啊，咱们基本对外币不是很关注。但是这一年以来，国际汇率市场那真是血雨腥风啊。咱们邻邦日本啊，一年本币的币值贬了超过30%，以至于啊，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 GDP 在这一年破天荒的比韩国、比我国台湾都低了。当然，远不止日币，韩币啊、英镑啊、欧元啊，对美元都疯狂的贬值，当然也包括人民币。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吧，人一美元大概能折算6.2-6.3的人民币，而前不久最低谷的时候，一美元能折算接近7.4人民币啊。为什么世界主流货币对美元都疯狂贬值呢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美国在加息啊。美国遭遇到了40年未见之通货膨胀，所以美联储在疯狂的加息。今年年初，美国的基准利率是0，现在已经是4了。听说下个月还要再涨一点。基准利率是4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很多上市公司辛辛苦苦忙活一年，那个利润率都未必有4%。今天我们到银行中去存款的话，你绝对找不到超过3.5%的理财。当然，也有人说我这个都4%，但是人家不保本保息，有本金损失的风险。是的，基准利率这块我们比美国都低了，房贷利率我们也比美国低了。由于美元利息这么高，所以美元变得非常强势，全球各国资金都往美国去逃。资本是最逐利的呀，哪个地方能让我发财，我当然就去哪个地方了。所以除了美元之外，其他所有主流货币都在贬值。然而这个情况能不能一直持续呢？不会的。就在最近几个交易日，人民币强势升值，到现在一美元已经折换不到7个人民币了，人民币对美元已经重回六时代了。虽然是6.9几，不是6.2几，但好歹这个整数关口咱们过来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方面，美国那边加息实在是加不动了。美国加息的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，但是加到4%了啊，通货膨胀也就下来那么0.几个百分点。更关键的是，当你基础利率都这么高的时候，是严重伤及美国经济的。所以美联储那边也放了软话了，说12月份考虑考虑吧，有可能加也可能不加，即便加也不会加太多了。市场对于美元加息的预期啊是大大减少了。那么美元你不再加息了，你就没法强势，你对主流货币就会出现贬值。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以往就跟大家讲，从长线来看，一个国家本币的币值高低啊，绝对跟这个国家经济基本面有关。比如说人民币、日币、韩币、欧元、英镑通通贬值的时候，那也有个贬值快慢的问题。日本就贬了30%，而且任凭日本政府几次花几百亿美元去救市，就是救不上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日本经济它确实拉垮。日本经济以往我们经常说啊，失去的20年，失去的30年，未来你连失去的30年都不能讲了，因为失去的30年好歹你保证了跟30年前的经济成长是一样的，可是现在日本的经济比30年前还要差了。日本已经连续1年多出口逆差了，作为一个工业出口强国，1年多的时间赚不到任何钱，还要赔大把钱，它这个日本经济基本面确实差。所以啊，美元一强势，日币贬得特别快，而人民币则不是这样。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以来，人民币贬值了一些，但是我们经济基本面还是很好的。今年1到3季度，我们的经济综合成长3%。当然了，这个数字跟2019年之前比不了，那个时候我们动辄一年成长6%-8%。但大家别忘了，过去这9个月，我们又遭遇到了一整轮疫情的袭击，疫情对全球各国经济打击都是非常惨烈的。幸亏我们的经济有足够的韧性，所以我们好歹还能保持正增长。尤其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，不光日本贸易逆差，韩国也贸易逆差，德国甚至都出现了贸易逆差。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，也就是资源型国家啊，比如说沙特、俄罗斯，人家贸易顺差，
还我们这样经济足够强韧的经济体能够保持出口顺差。所以我们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呢，支撑了人民币不会迅速贬值。而另一方面，最近一个礼拜以来，大家也看到了全国各个城市的防疫政策有了重大调整。20条下来之后，我们严格管控各个城市的层层加码，我们要求大家层层减码，而且有多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，要求我们把搞活经济当作目前的重中之重的大事来做。其实全民都意识到了，疫情3年之后，我们应当拿出新的措施来应对病毒，与此同时要搞好经济的发展。所以政策一调整，市场上马上有所反应，股市这两天升得很快，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升得也很快，因为全球都意识到了，当我国调整防疫措施之后，下一步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放开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慢慢变小，而我们会出台一系列的方针政策，调整经济基本面，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恢复经济成长的活力。那么当然，当我们经济基本面向好之时，人民币将变得更加坚挺。因此啊，这一次人民币回到60代就很难再回到70代了，说不准回到年初的6.2那也是有可能的。